信息时报的微博说，最近啊，美国底特律的一位屋主不知道是不是疯了，愿意将自己2层楼的别墅与一部 iPhone 6来做交换。当然了，一个32G的这个 iPhone 也可以考虑。这屋主呢，尝试出手这栋别墅已经有几个月时间了，房子的价格从最初的$5000降到了现在的$3000，但还是没有人对这个2层别墅感兴趣。哎呀，这绝对是一个成功的营销啊！先不管最后房子卖了没有，最起码这儿的房子现在是绝对出了名了。